这个瓶子是不是你扔的？谁扔的？我眼看着你扔的。你哪个眼睛看着的呀？你能不能别那么犟？这就是你扔的。我昨天还扔里个扔，你看着了吗？扔个什么玩意儿？扔里个扔。没听过呀？扔根里根扔，嘿嘿，扔根里根。是收下。我告诉你啊，扔啥也不行啊。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说咱们小区的环境跟国家环境是一样的，需要大家的爱护和保护。不，你一个物业经理清理物业费得了呗，还管人环保嘞。你不说我都忘了，把你家物业费交一下。这是小米粒家，你瞧大样子。我收你家物业费？我也搁家，你瞧大样子，你可以养老去。王小倩啊，你是真孙子呀？错，我是亲孙子，我爷老也恨我，扔根儿里根儿，你收下。行了，我上你家找你爷物业费去了啊！哎，回来，我爷没搁家，不是到底在没在家？在没家我也不知道。不是你今天，不是你别急眼，你先瞅你还急了。来来，坐这，干啥呀？咱俩唠会儿嗑来。不是你一天有一句正经话吗你？这回我就跟你唠点正经的，说吧。你不说我走了啊！别走！我说，那个，你看啊，你长这么帅，追过女孩吗？追过呀。咋追的？你别告诉我你长这么大没追过女孩。追过，都失败了。那为啥失败啊？他们都说我不浪漫，抠二。哪有问题呀？不瞒你说啊，有一回。我头一次见他，我就领他去看电影，包地场，我不浪漫吗？抠吗？那还可以啊，那电影老好看了啊，《喜羊羊大战灰太狼》，这俩人打的。你刚才说什么电影？《喜羊羊大战灰太狼》啊，有狼，动漫，多浪漫呢。那个王小倩啊，那你是太浪漫了，我收物业费去了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看完电影我就请他吃顿饭，撸了20多串大腰子。那你俩挺能吃啊。他没吃，都我吃的。你自己能吃20多串大腰子啊？那油不糊嘴呀、啊？糊啊，都拧上了。但是我花的钱必须得给他吃回来。你说我二吗？我是不是挺尖的？耶你的脑子可吃饱了。怎么说呢？那好像从来都没用过呀。就像是一片空地可开发了，哎，你说我这块空地得值多少钱？行了你啊，好来话听不明白呀、啊。行了，我收物业费去。等会儿，你还没教我呢。我教你啥呀？你教我追女孩啊？教不了。不，求你教教教教教，你教教我呗。真教不了。真的，这事要是成的话，我俩结婚，不用你随份子钱。你说你喜欢一个女孩，第一次见面是不是得送给人家个小礼物？我问你，女孩最喜欢什么？腰子。那是你。啊，对。我跟你说啊，你送她一束花，花本身就是个很浪漫的礼物吧。然后就在她接受的时候，你随手放个音乐，烘托一下浪漫的气氛，再拿2张电影票约她看个电影，这事儿不就完了吗？不是，这都是理论上的，我都懂。哎，你看这的行不行啊？假如，我现在就是你最喜欢的女人。你别误会啊，不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吗？只有真正的做一回女人，才知道女人最需要啥。你可别恶心我了啊！我收物业费的，我不等会儿你教教我。我教不了，这叫什么？我教不了。走吧，都走，谁也别理我啊！就俺家我爷喜欢我，就想抱我重孙子，就抱不上，谁也不帮我，干啥呀？都走吧，都。哎呀呀呀呀！瞅你那熊样，我帮你。真的啊？啊，那咱开始吧。你远点。啊，这样啊。啊。就当咱俩约会，然后我迟到了。啊。你好好看一下。就演一遍呗。好。行。
还不来呢？都迟到两天了都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能等得起。这束花送给你。送我的。好喜欢。喜欢就好。你知道你在我眼里是什么吗？俘虏一辈子。哎呦我太有画面了，成了成了，谢谢谢谢。告诉你个秘密啊，我爷搁家呢，我能要钱去吧。王小倩，我都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了，我不送，成了成了。这回我爷能抱上孙子了，不对，我是孙子，我抱上重孙子了。太好了，182天，4000多，3000多，好老。王倩，我让你给我看家，你给我家神刀子干啥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迟到了。我。这花你拿着。这是花。嘘，别说。你这个小偷。我别说话，小偷！你把我的心已经偷走了182天，4000来个点，好多好多没有。在小偷的世界里，不对，在小偷的爱情里，我定不了世界的罪。哎呀妈，那个，我希望你能够绑架我。把我绑架的一辈子别松开。哎呀妈呀，你这养的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啊，杀的。你有病吗你？你怕我们家养什么沙子？和这首歌多配呀、啊！你是风儿，我是沙。下面的环节是电影票。滚！喜羊羊大战灰太狼。你我不是让你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收一下物业费。哎。给钱的事儿，男人来做。王小倩，这是你家物业费，你爷根本没在家。这是我家的物业费。好，好，没什么事儿我就走了啊。哎，等等。你工作那么辛苦，这个送给你。这，别说话。你知道你在我的心里是什么吗？小偷。好浪漫。我的心。已经被你偷走了182天，4368个小时，1572万4800秒。这词儿挺熟。别说话。既然在爱的世界里，
我判不了你这个小偷的罪，那么就让我这颗没有灵魂的躯壳被你俘虏一辈子吧。哎呀，这花我给你放这儿了啊，我还有别的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我，我也去。你俩干哈呢？人歌词写的多好啊，你是风儿我是沙，他俩一人两把花，我觉得还是我杨沙那版本最，不站这嘎达都。